方向鼠宽，跳上太上国，要花太假歌。耶！好，观众朋友又到了安利老跳上英雄下来打最酷的时节，我是土司中阿中古。带到福卡，也是带到我辈，也听出是当当人建设的问题哈。安利带到福卡时节，可能也爱煮饭本身，用钱唔是少。不过咧，咩有可能老福卡你产生动荡嘅问题吼？多带带到福卡后，还系保持一定嘅距离较好咧。根本咧，安尼就听到五十后生人老太家向下来讨论两个问题咯。先掌声欢迎今边后生人，首先欢迎黑子怡。大家好，我是青浩带福卡嘅子怡。今日就我小嘅系李家。大家好，仁春我是大面同茶王的嘎嘎李家。同茶嘎嘎是么人？好，第三集我介绍的是冠群。大家好，我是目前和主播的冠群。第四集我介绍的是飞琴。大家好，我是当好准播嘎嘎飞琴呢。哦，是么飞琴？好，最尾一集我介绍的是小福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带福卡从带李沙 Q 用的小福。哦，是么小福？哈，刚刚大家都讲到这个带到福卡。还带到我背吼，都带做嘛？该会带到福卡咯。首先我先问一下，你噶做嘛会带到福卡？其实我头摆去特殊的时节啊，身边都会带好高地度，因为用个住校停车的住宿嘛。不过后后有面毕业以后，我爱去带福卡，因为我福卡应该系啲福茶条。中大货茶条，中大货茶条。不过，今年爱台铁的条路都伫个台北走条路，唔过爱还没吃到东凤片、东片里啊，因为又上钱啊，又坐到个老婆行人穷下代，唔会穷，我下穷丽莎穷用，老婆行人招牌，哎，做个这个东后的风水啊，老弟我下代，嗯，条条的小那都小风，系咪？我唔错，你穷在丽莎，你就唔好，哎，我就做唔得啦。家里家讲到要上钱啦，又爱通茶嘅。中辣到台北，其實通常咩冇遷就。唔講唔帶到台北，假設嘅台北嘅房租啊，已經要八千好誒，就算八千算到同同便宜。真嘅，因為我做啲台北啊，誒屋檐吼，東西又冇舒爽，你唔下大家做嘅洗起間面床就知道，誒非常爽快。真嘅，嘿，嘅其他嘢我自己。带到福卡年年系嘛个？我咩系带福卡，因为我个福卡本来就住嘅台北，咩系交通系轻便利嘅地方，还有加上我做事情嘅地方，还有条路啊，大部分咩住嘅太台北市，故所我轻便利啊，故所我系毕业了后就转福卡咧。故所本单就系台北人就错嘅，台北行业，加下讲，故所你知道带到福卡当好就好就错嘅，轻好。系啊，哎，你阿中年真唔懂吼，你做你有欠嘅房客冇？我咧哈，我个阿姐嫁出去，嗰时候有一间房诶啦。给你嫁做会靠厉害，安尼唔是同宅呢？不过我想爱老爱爸爸妈妈穷下代呢，爱当好事啦。想爱老爱代啦。结婚前来跳拜嘛，结婚之前咩系带到福卡系冇？图书馆是只带我拜，喊聊好是转播卡，因为我当子欲孔融，我是当好带播卡个人，带播卡嘛个都奉骗呐，系啊。都奇怪，我魔法都了解安尼个事，都带奉骗，都带骗，奇怪。为什么嘛，该会带到福卡咯？因为我觉得福卡本来个感觉是好安稳、好安定，又个安全，系，所以我觉得带福卡情况。还讲做条路的心者，然后带到福卡有还有关系系冇？因为两下从两下，我是系条路系慢偏走嘛，所以因为我当好转福卡，所以我喊系可以用条路是一结束了，我是实实转福卡。假使讲带到我本，除非吃到好像无法定居，你是一个寄居蟹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就漂泊这样，然后最终要回到吉普赛人转播卡。落一回见，给 Q 用结婚给收房来头白，应该啊。来刚刚讲来带落卡冲带李莎嘛，哎呀，因为来头白了，你家 Q 用迄住校生，只是讲佮带生年。你以为佮中烂年，啊来就台北年，故说来都在带过中国高中六年，听听。然后太好教，你台北人咩？你台北太好教，你就转去带。咁我转去了，后我又带唔惯。嘿，你俾台北就冇带福卡啊，去搞时间安排。故说我变到讲太好嘅时间咩？哈，有三分之二以上就带啲
朋友福卡啊，我就去冲果啊，好，去搞天路啊，我还有懂上钱，你还懂事钱，好吧，懂法钱，只要有天保后世神就好了。古时候来讲，来做一种代理商用的，做一世神神世世衰末就出门了嘞。真经懂法事，真经听法你懂法事，两个没从他讲啊，因做了就卖掉欧洲散户本来是。对啊，系啊，真经嘞，哎，赚福卡冲冲赢到，出去冲唔见嘞，真经，你讲一句呢？哎，你爱戴五杯啊，爱即个戴五杯啊。嗯。哦，因为戴不卡咪清好啦。哦，做咧上天呐、啊，唔是少个房租个钱嘛。嘿。哦，所以冇咩做咧吹冷气哦，吹到爽啊。嘿。给唔肯付钱，给天了钱啊，天发了，唔肯你即个付，当然讲爽啦。咩黑啊？唔讲哎了。你戴副卡做了名字，真嘅。唔讲哎了，太了嘛，我爱想讲，哎，牙齿个哦有一个肩膀。嗯，因为俺些男人哈，俺些西来，哈，俺说的，俺就自家来台北啊，吼，做西啊，吼，穿穿穿多钱，然后爱本爱孝顺，安样啊，好，很棒，又乖，又乖，懂得懂得，好，可以来给剪条，忙，很圆，可以来，有得，很圆太太啦，很圆太太很多唔得，家就讲到，太替代，太家就讲到，大多数卡最太有点在上线，都在出在上。上前以外，有嘛个其他优点吗？你讲。每次都上前真引嘿，也动态最大的吸引的吸力哈。冇唔错，不过啊，像个应该嘿做个老也会做盘嘛，还有啊，七个动充电哦，就嘿不是七个说散户，很高的。我看到你旁边的同学在跟你翻白眼。哇，就上次像嘿矮啊，要迟到，人家爸爸还会摘矮，人家是都公主，懂 handphone 懂 handphone。呀，真给嘿公主偏嘞。哎，没公主偏嘿嘛，哎嘿懂好生在那整我。没公主偏，太少自己偏听听。哎，莫公主。看爸爸又好摘，妈妈又会煮，嘿唔嘿？关键你知道嘿没公主病。其实会公主病啦，哦，其实爱王子病啦，你公主病啦，哦，该掉电工费，你就会王子病。给关键知道带多副卡给优点系嘛个？优点哦，电副卡优点，我老太家分享一下有五点，好，第一。好，就会你去那边哦，阿爸会载你去。你来求妖王子病，有干有求妖啊？听你嘞，听你啊！你肚子要个时间哦，你老阿妹讲哦，阿妹就会煮东西给你吃。求妖啊！我爱养哦，我爱养。第三点啊，就会好你哎，按不头啊，肚子要嘞啊，很落台哎，去买宵夜，其实就会买准了吃。还有一个假，还有还会四分老台，还有第四点就是，因为像我阿婆亲像哎吼，哎没钱个时间，阿婆哎没钱的啦，哦其实会补你钱，啊两个油点啊，还有替每个哦两个充电，买个充电哦，做得哦，恐吓阿爸阿妹啦，哦老台啦阿公阿婆恐吓。恐吓属空嘅，好上台上讲，有吧？掌声鼓励。好，我只认同最后一点。我建议吼，本你家还有关于在上播，尽量少恐吓大。王子，你要当费用了，你要费用手提奶，好冇？哎呀，哎，忙先问过你家会老芝麻仔冇？爱洋葱哦。噔噔噔。快点不？别不一定哦，你知道？嘿。应该是都让李家琼有在上千嘿，就是第一个一个很好的条件嘛。还有是嘿，应该是都不看因走的是互相照顾啦。嗯，因为困顾得多嘛。哎呀，互相照顾。还有是嘿，因为从爱两行爱之间有声音呢。嗯，还是安全的问题，应该是都动重要，是治安的问题，因为什么因之间带我会。多少冇奉骗，又得有危险，嘿，又得有危险。现在国内是，你可能都不看有做的几家族，食安的问题，嘿，身体健康有顾得到，嘿啊。怎么怎么？你都把那个感觉唔多，不看有乜个优点的，怎么？因为其他的你看有司机在，好，又有
因为有住山川，又有法统外乡做在黑，又有阿婆做在拿钱，俺妈该就无啊，难怪还无吃都不开饭。你讲不用啊，哎呀，你讲不用，不说搬出来带。哦，哎，给父给你自己孙啥，自己小讲嘿。就是还用啊，是都因为你看从生病开始接啦，你看自家在我爸开始请出来过啊，从俺自家开始有一个病，几好比较特殊，叫诺梅尼尔氏症。哦，还爱冬季的时候，差不多送包卵一岁。个时节，都好改白系动外家，还爱梅尼尔氏症是发作，系是卡起来，该卡起来是系你完全起错，唔得，你是走在水里面冲，你起错行路嘛，个是开始 L 啊，开始头会晕晕，系是开始 L， 所以该白是好得动外家，所以爱抱老爱老妹是当爱顾生意，还爱爸爸是图爱去。群先生，系群先生打针啊，用烟系啊。喺嗰种健康度，真健系一个动态充电嗬。系啊，所以我知道悭系大波卡，是大家做在互相照顾，系每一只动很重要的一个优点啊。系真健真健系自己的。像我感觉，像安利好生意，穿毛按多钱嘅，一天嘅提点就会上千嘛。唔是搞个漂泊嘅房租嘅费用啊，系啊。税天啊，嘛该个嘛该个，天料钱，税料钱，全部不是那，真给，都得收我卡。不用讲他飞禽工作，轻松点个提防就会安全个问题。像你哈社会案件哈多，从金钱啊，嘿，太好个时间还有研究所个时间，嘿，七家带五杯漂泊个，就真给，有点些会惊人。从睡梦个时间，冇从出个不开始，睡到哈安心，有点些躺到上面会惊醒。古说，爱干个睡梦人还。还带木卡哈安全，还有每周的老木卡给你，还有时间相处嘿。两真情很好诶，不过他也讲到暗度嘅优点，都讲好诶部分。天窗咩有坏诶部分，唔好部分偷那一片哦。你讲知道带到木卡呀？其实还系有缺点啦，除非讲他讲上前系优点嘛。从缺点面看就知道，爱给爸爸妈妈对爱懂好啦。不过佮有时懂一心懂一情，有场时会突然冲进来问爱讲，哎，你们你好嘛？哎呦，感觉。知道哎，好像点不以后，都等不了做嘛。就像俺妈妈们问俺衰退的时间，还大快乐。哎，你衰退嘛？对呀，你懂你关哎。所以然后衰退嘛后，衰退默默关门，有冇就按个。不说有上时会做某买饮食，还有啊，像俺亚哈带头炎嘛，去台北啊，条路做痛压嘞，就做唔得，因为哎敷茶敷唔到。哎呀，哎呀，就准备老关群做盘啊，衰工人啊。俺工作。给自己。就刚哈你家有工作充电，就是因为俺系老人家爸爸强下带，古时候像 any same when you do it 时节，冇做好，嘿嘿嘿，带上系嘛个冇做好嘅时节，那系爸爸从你来就得排死，还有一个就是做冇办法睡到吃眼相，冇办法睡到吃眼相，因为有的像俺哋吃油压给你啊，吃油给你，吃油给你，有的是休假嘅时间咯，平常给你嘿。冇强嘅，唔系了嘅兼缝丝啦。嘿，古时候可能休假嘅时候，我系平常日，古时候我嘅阿爸又问你来讲，哎，你要起床咯，要吃中饭咯，嘿，古时候就你衰听我爱吧。休假就会衰到吃眼相啊，系冇？嘿，真嘅。不过大家都讲到吼，带豆腐卡可能还有其他嘅坏处。天师前呢，给观众朋友们做的想一下，带豆腐卡都带有唔好嘅地方，都那边。你等一下转来继续来讲了，因为我卡前面，因为要开门嘅时间咯，我就梦珠打开，我就超强，什么一个跟人条啊，又梦珠打开，你刚中毒死诶你，又跳起来，啊，我听我阿爸，阿爸要跪啊，哦，你阿妹，阿妹就你来，你讲啊，跪，跪嘛就跪，跪嘛跪，你阿妹啦。好，观众朋友，欢迎多转来《Any Health 上太上宫》的节目现场哈。假如问到带到福卡有嘛该唔好的地方，飞禽知道咯。我知道，因为武汉因强下嘅时间冻疮，所以摩擦未会好多。从头摆双胞带武卡嘅时间啦。
为人母的我就会外管好多啦。佮伊两下出去投诉了，俺每次都佮转了，俺又对佮好好。俺从俺跳摆，俺只间喊起声音，那个时间袂系。不不喊人管啊！这还风水轮流转，所以风水轮流转。三年好多，三年好事。系啊，跳板阿不人管，喊两下爱改人啊，所以俺是都穷下个时间好充实，会摩擦会好多。系啊，除了两以外呢，会不会有其他的问题？还有是系像爱讲啊，他就管我告朋友个问题，还告朋友其实话。他就会常常有一个动作，就是会跳糖来个甜法。哇，讲到很真正运动奇怪，然后就会讲到饮食的问题。大家带到福卡一听会有肚到跟饮食不应侵犯到跟问题，跟至于好像心有戚戚，很常被侵犯隐私吗？没啦，没事。喺黑色嘅时节，因为我爸爸妈妈喺过世六年前嘅时候就分开嘛，故说我喺老爸爸带，故说爸爸就提个哦，你来嘅时候一定会很闷。不过吉永是以前喺谢谢给谁就带好搞，跟勇士黑影威布卡爱中锋，跟爱转布卡，两年个时间爱就转布卡了后，爱将发现到，爱个太太个运动诶，还有那个天子琴啊，全部不见的，本来飞天爱真轻发现，因为跟运动对俺来讲系青葱诶，系爱个童年回忆，他把我童年丢弃，对吗？所以老不要人不要往过去看，要看面前，我看面前啦。像阿雄爱用的东西，全部本给 fit 的，真给轻松心，又气又难过，对，就是哭泣不得啊。跟你老人家爸爸冷战，也还吵死。有就冷战好几个，青岛人爱买菜鸡，买老公饭，买食材，给你干了。其实我到自己没有用用的情况，唔讲我的情况，唔系本东西本得体，系本变多啦。变东西。变东西，就是几时间我咩细细带好搞，唔过啊，我妈妈接送都会整理我的房间。几时间呢？我又跳跳搞一男朋友。哇哦！妈妈现在知道了吗？佮当叫我男朋友嘞，当叫我男朋友嘞。佮时间呢，我妈妈就变到我，妈从情书啊样的东西，佮时间咩东西，我妈妈就发现到，情书男朋友嘞。哇，错太强！嘿呀，错太强！因为佮时间东西嘛，好像佮就知道，他女向掉，也想来报复我。佮时间呢，佮就开始跪天我。太细细，爱做咩事情都爱老皮讲，爱波比，懂反，韩国呢，我就有点叛逆期，家常都爱偏激啊，偏激讲，哦，爱要现在面，爱去都没老皮讲正经的事情，不过前面爱用分数嘞，就知道懂感苦，爱就老皮坦白一切，韩国老皮沟通讲，唔做唔得爱用，爱会知道懂唔中意啦，爱妈妈咪说，佮做唔错嘞。其实我感觉，像我的妈妈，是你就算要交男朋友，没老几讲，还是分数，没老几讲，去都得。唔听爱爸爸，系唔系爱？妈妈都有一种第六感，毛不超，都有魔力，都知道小孩，因为就像都像赌石底赌的骰虫一样，真给真给，精皮给骰，精皮给骰，真妈妈，给不会见到，你知道，大家都不看，给认识不认识？刚刚有讲到没？哎，所以让。李家琼用，我咪系跳白交男朋友。我讲阿你冇写情书，所以冇本编导。阿你直接打甜法。结果打甜法，跳白开始就是你撩到你撩到白有甜法，喊你拿起来就躺喺度。其实躺得到，我讲其实系跳躺啊讲电话。哎呦，好讨厌！他电话拿起来，他还插话，佮讲你以为他真的爱你吗？太尴尬了！已经共同第二张皮都是三方通话。因为跳板没有经验，就系我妈妈会跳进来挨监房，你发现到一时间，可能挨老外的男朋友讲说：“你最近还好吗？怎样？好想你哦。”这样子，然后跳米呢，我妈妈立马说：“不是啊，昨天作业啊，会搞啊，买东西，马上转弯神分呐，还就按用来封神，对啊，所以那时候其实启动爱丽交男朋友会影响功课嘛，嘿，所以都开始从开始有一只想法，开始启动好啊，你说我会影响功课，刚开始开始引进图书馆看，所以该系爱。
提一百就想爱离开，离开无卡个想法，一种推力，嘿咩？子瑜有这种推力吗？没讲到男朋友个事就心有戚戚，因为从就算你他太了后，我系老爸爸带嘛，故说有的人就会讲啊，爸爸都会对。就是女儿的男朋友会有敌意，你知道吗？对，从听人讲讲啦，因为是妈妈也是双生人的亲密，最重要的是爸爸提供谁来坏的那一片，因为爸爸就是这么坏。故说呢，从就算你下太爱感觉他唔方便的地方，有的是就算冇提防起，像个抢男朋友来都不卡。错定，那看天是爱用险，不过咩下排泄，故说你也就下唔方便嘅地方咧。系啊，不过按上心吼，你嘅问题，诶，你嘅官权按后生按人头上到嘅啊规模规样嘅，一定唔会有嘅问题系冇。啊，官权哦，你冇按用嘅问题啦。为嘛讲？啊，因为咧，哦，挨一扎礼拜啊，问一扎什么嘅啦。哎呀！哎呀，那个青豆啊，那蛮，哎呀，不然就按用，因为俺上到青豆课嘛，又高哦，又大心。俺刚刚去下拜。哎呀，真给了法疗好吗？哎，你爱食菜，唔好做一个讲法。哦，好啦，俺爱讲不卡个缺点呐哈，因为讲伊哈，俺青豆俺想要衰木的啊，较做衰啊，然后因为俺较浅眠啊，因为哦又开门个时间了，俺就。梦珠打开，我就出镜，有间人跳啲街呢，全部蛇妹来前面，啊蛇妹蛇妹蛇妹，跟人跳啊，你梦珠打开，哦，江中都是人啊，又跳起来啊，我听阿爸，阿爸又跪啦，哦，你阿妹就你来。你讲啊，还贵？贵嘛就贵，贵嘛贵，一年没啦。然后出奖无隐私权啊，睇到都养五皮油来哦。哎呀，韩国系全部系五皮油。不过阿妹做在看上去，代表阿妹很系清奖嘅，因为听阿妹。木当当又看你的奖嘛。人家知道关于阿妹做在老阿妹做后朋友呢，真的有一种一样的感觉哈。跟这逢呢，我抢阿妹嘅三怪青苔，刚才前面有讲，你做表演的系自由经营。就，而你开牙刷，古时候不用掉的时间，我想讲刷卡煮掉的，叫阿妹妹，其实差不多等于就五点放床，啊煮掉的安尼样，古时候其实早上七点以后，然后其实把滴一聊，啊来带散聊，伊就喊，哎，吃饭啊！他从客家山歌腔叫的。客家人点讲？山歌爱甜啊，山歌清泰哦，佮你一聊喊咪吼，爱带散聊，爱感觉叫喊带失聊一下。很多动态上有阵时喊人骂人对吧？你讲你皮匠很多位喊下来啊，我就说隔壁邻舍全部就躺喺度。诶，除了带动文化老家而相处以外，因上时分咩咩有老嘅兄弟姊妹，有个相处上嘅摩擦，大家是不和的时候，有冇？你讲。就爱吃些，就老爱阿姊叫他睡，算个上下铺。我吃些睡到太个时间，就我有起来空间呐，可以像爱睡下铺嘛。有上时爱晚上个时间，爱就爱老爱散铺啊，爱东西啊，不用都上铺。你阿姊就会冬天更妈爱，哎呦，还讲。你用尖都爱不会呢？嘿嘿，我唔错，吃到对嘞，爱唔对，唔讲还要吃到哎嘿寂寞的啊，非常小气的嘛。韩国诶有上时爱浴室啊。啊，给水抹手枪，前面我吃到冬天，然后你过来过来过来，手枪手枪来，嘿手枪来。古时候啊，爱吃到爱黑地好高的时间习惯，老婆还习惯抹香油。古时候带起来的时就看到点摩擦啦。对啊，给做太极的飞禽呢，人家老太也系老妹有本欠过嘛。俺其实老老妹嘅感情一直都当好，还从我看有得买嘅事情，其实俺哩都不疼惜。老老太啦，因为俺老太。成爱切碎，系佢成爱切碎，所以长差一度。还也有段时间是系佢交他交女朋友，还佢是土地嘅女朋友，系但转播卡冇冇水冇啦，管天时，还。
因为年纪差距有一点，所以佮个女朋友有比佮还好些，所以比应该算谁动斗。和年轻人时又斗少一点点行为举止，可能爱你看起都是起到摸暗又礼貌，所以应该是会讲佮，因为佮摸礼貌啦，他应该是会老佮讲，因为你要让你女朋友讲一下，用办用办。佮后来又老佮露台吵事嘛。是的，因为安音啦，是代沟，快快落台，然后女朋友回数，冇见到冠群孔融啦，差不多。你家里买多一张，一礼拜多一张。系啊，我感觉可能会付钱嘅老太咪会负到位责任，因为年轻人那些带男朋友转户口跟阿爸咪嘅，我就会在事先就老几讲，你要怎么样怎么样，买老几讲，那个礼貌，哎呀，我高级。大家都讲到清楚吼，老夫客人相处嘅时节嘅问题，不过除脱啦以外，观众朋友咪想下吼，老兄弟姊妹啦，喺其他夫客人相处嘅时节，到底有发生过嘛嘅问题？哎，等下转来哥再讲了。给人夫很偏偏会因为突生眼光，工作量啊很伤心的嘛。你看我们家那三只阿公、公阿爸，哎，四只细来，俺阿朋友来到阿婆家，带阿勇干啥？细神家下要全副武装哦，你去偏送细神啊。细后以后嘞，再度全副武装，这又再度全副武装，就会跟他拍啊。好，观众朋友，欢迎又转到《安尼后生太上宫》的节目现场了。假如讲到系出喺安尼老夫客人吼，兄弟姊妹可能会吵死啊，会人家嘅，我卡全系男子宿舍嘅消防有发生过嘛嘅事情哦。哦，有啊，系啊，里面有两个阿哥，全部系西拉，啊西拉一天会上阿公用系西摩人哦，咩？你是讲暗度西拉一天会上涨嘛嘅？看天师，那看天师，那条白就会讲，哎，我要看哪台，然后外国要看几台，外国就用遥控器咩，我就参加用准的，用准天师的个按钮，只有个按钮咩吼，上涨到 King Fighter 嘞，啊哦，个 King Fighter 以后就存遥控器咩，啊遥控器，从差就外国 King 顶嘞，然后冲多转来咩吼，我可能转到外爱看的节目。啊，最后个遥控器上涨，最后就 dead fight 台，啊 dead fight 台以后呢，两三就五十块呢，就准备要不硬盘呢，系啊系啊，从啥就要买遥控器啊，给你用按 fight 哦，连个说水饺说一啥颜色去倒掉也没有上涨，哎，全部系色拉，就懂得上潮，就懂得上大，躺起来人不看吼，给人家比不亲到，给官权老露台相处给情景很用办，哦，眼睛无强样了，哦，眼老眼。挨老挨露台哦，哦，因为挨挨专门挨个露台就顺得挨哦。嗯，古说不是吵过架，你别给大姨唔让啦。那也黑了，挨对挨露台亲好呢，挨露台不用欺负，挨就变踢街呢。第一天还讲你啊？用班你弟嘛？用啊。因为啊，挨没钱挨时间，挨露台会不挨钱。啊！我系唔惊露台，原来系唔惊露台，真会对佢暗号啦。亲好亲好。家堂嘅度都系咁讲啊，所以老夫看人穷下大嘅时节，可能真嘅会人家，甚至系吵事，甚至系熊大 B boy 吼。唔过咧，还有一个问题就系，你结婚过后，到底会留哪位接班嘅夫看人穷下大么？也可能系动态嘅问题吼。先来问已婚人士，已经结婚嘅夫妻。知道咯，然后那我这班嘅福康人听下大嘅感觉，是系，我讲结婚嘅时节系让我家公家娘听下大，系，喊家两时喊忙有声音嘅时节，从伊冇安胎嘅问题，不过有声音了后是系因为当到生活习惯冇可能，喊有了后有声音嘛，土声音嘅放心嘅冇可能，所以。那几都还没摸带穷哈，真的哈、哦。对呀、啊，另外一个已婚人士，啊，你看就第几波送词汇了，是吧？给用词，嘿，那平常时就带 no boy， 是不是都结婚？嘿，不用爱吵捏。嗯，还想我创业嘞，系啊，就想我好，佮就转去人阿爸，人阿妹强阿带，叫带三间嘢，就知道讲。
高薪啊，审判学官啊，根本就无合，完蛋，第三次世界大战，哎，太吵太吵太闹，最后决定就搬出来啊，啊，你看看冇严格，哎，那个东江呢，以后个在三省人吼，去东江结婚的，系咪？全部搬出来，全部搬出来。刚刚就讲到系离婚的头一表嘛，佮你哈先问忙结婚的，喊拜结婚过后，假使就算冇结婚，会老男朋友嘅福看恐吓大冇？你听错冇？我的老男朋友也爱恐吓大。怎么了？你爱知道爱去甲看到长辈啊，系非常拘谨的人。不错啊，爱知道迄个也爱啊，记得爱男朋友也爱，系有面结婚的感用嘛吼？系啊，记得呢爱看天师。爱黑唔黑咩？我皮顶老起就穷下看，记得衰末嘅时间，爱黑唔黑就爱衰末咧，就爱衰末咧。我说，我就知道，哎呦，哎，好像绑手绑脚的。他说他给我爱黑东西款，给质疑呢。爱咩一天无爱穷下呆，做慢咯。因为爱感觉就算唔老记得嘅也爱感情深厚，唔讲诶，像安尼出始终唔黑唔看嘅。诶，唔该，我感觉他唔方便。那些有的是出街不卡，像安就好做带啥的嘛，像先问你出街不卡做带啥就去唔爽快啊。他强上帝。嘿，不过那些人个阿爸出街。嘿嘛，我就喊你。就算以后变做黑假官假用，就算最后喊的黑阿爸，咩当乖，因为你咩唔会当阿爸面头前唔做三步，系咪？讲到人家还讲阿爸，我就有一代我出个文章里面都看到，他就说，如果说黑乞丐嘅阿爸就会说爸爸，啊如果那黑老公嘅阿爸就会爸。就係兩三係要一三係唔強用嘅，我唔講嗌都係嗌爸係爸，嗰個哦嘅以後冇暗錢嘛，冇啦，誒唔講嗌補充一下，就係剛好有講價關講用，因為啊，像睡到飽嘛，價關講用，價關講用係唔蠻風從，誒你唔係知道，係唔係 I T A 風從，係啊，我就係做回送嘅，做翻係要咩啊？中年嘅心跳嚇就會大做慌啊，嘅。宽同宽喜，给关键人知道。哎，坦白 ，same way 朋友 ，gas 有真的有一个跟你超过一个礼拜以后可能会结婚，两个礼拜呢？两个礼拜就结婚？穷哈，这么冇爱带穷哈呢？因为大家嘅生活习惯冇穷用啊，系啊，就 any 后生人。我们摔到按骨头，黑毛摔到按骨头，摔到按骨头，他跳，干嘛跳欧巴？摔按按，应该老一辈个人就会讲，哎呀，用板按按用板，用按那么按，按难石啊，按难石啊，啊，没做衰啦，哎呀，就难石棍，哎呀，用个是唔好。带强下较好啦，哈！大家讲到吼，老母抗炎，甚至系老人爱热病，可能都动到会重推来损菜哈。跟时节，非群众买会现车都会搬出来带呢。我先正在讲到，某成因个时节，其实看起来都还好；，有成因个时节，那个就是我。给听我办出了最大的原因，因为送包了四个时间，其实还挺爱讲用让爱疼吐，还爱是可能我不会上班嘛，还爱下班的时间爱实在是不转去看声音呢，又一摆爱是还转去，爱发现哎，所有音都到留下。用送包来摸到留下，咁有时送包来很猛热晒，所以其实很冻死，系啊，猛会行。我是实实转去眼冇看到见，我是去房间签，结果房间是系冷气冇开，咁有时热天，冷气冇开，天晒冇开，窗门冇开，门冇开，我眼看到我是知道啊。很可怜啊，因为两家都很暗色，很黏哦，嘿，很两家，两家其实是睡醒的啦，就是他睡醒了，可是他没叫啊，所以应该讲用唔低，刚开始 getting， 该用其实 getting 味道声音呢，哦，搬出来带，搬出来带是因为，我如果继续住婆家，我是声音没本机带。冇本机土，其实我觉得啊，我要帮你带小孩，嘿，其实又冇爱，更加会吵死，嘿，所以应该是想讲，安因好贵潮都是系搬出去，搬出去刚开始自家带啦，自家土啊，安其实好好轻松啦，系啊，给人夫，嘿，咩会因为土生人？
讲到了很伤心的地方，要下晡要出阵了。我要出阵，莫做下晡要留莫阵。哦，那这个女生都是会遇到的，像阿朋友，你看我们家那三只阿哥，公阿爸，四个四奶，四只四奶啊，哎，四只四奶，阿朋友来到阿福卡带用用干啥？色神加他要全副武装哦，嘿啦，偏瘦色神啊。事后以后咧，再度全副武装，这又再度全副武装，就会跟他讲啊。你看，你一天的时间咩哈？那这么热的天气，洗好澡，你看中午得讲，他吃点一点的装扮出来，还要全副武装。讲你戴副卡，看电视又要等等四太年看，你不要唔敢老去抢遥控器，哎妈呀，一天一天要赌多诶。我还有，跟房做的综艺叫天师啊。哎，跟咩话？有钱，有按你的家庭的环境这样做定的嘛？还有就讲，唔下班了，还有什么人有上次我忘记啊？一条闺蜜姐妹去吃饭啊？你讲排些公公婆婆在家里住后哎，都等等你做医生，你就要练够啊？你们要加班，要排练啊？其实就忙的嘛，忙法度啊，因为你善意的谎言没，不能那么久，没那么多次啦，就要用练呢。哦，讲有天嘛该，我买嘛该散户啦，都有嘛哈，因为排些。又唔敢，明明散户就买，又唔敢拿出来做，两个完全好改，因为从爱跳白色，造型你是跳上班嘛，很伤心，俺不然你系想我出门啊，就是不要回家吃晚餐，就会有顾忌啦，系因为爱从爱讲爱加工加工，其实起到你们都在外面上班，已经贵你，所以一起到。回家吃晚餐，还附一双裤，所以你系讲今日下班了，唔爱吃家转去无卡食家，你就变得东南开嘴，然后佮讲我今天不回家吃晚餐，系啊，所以当干苦。家太甲讲到诶，就老南开这班，甚至系七间副卡人吼，带穷下时就从头会拄到问题啦。不过诶，你老副卡人带穷下时就上司没会有动幸福嘅时间。大家等下转来，还要继续讲。大多副卡最后没会有好处啊，穷亲朋友没穷下来想下，哎，你等下怎转来了？虽然讲搬出来，身份相关无穷用，不过都在同家转去，大家一起吃晚餐啊，还家人都在穷下看电视啊，啊，煮来包水饺、托菜啊，来聊聊天。就讲相聚陪伴才必须的，小别胜新婚。哎，人家用的爸爸妈妈小朋友乖乖哦。哦，观众朋友，欢迎多转来《爱你后生太上宫》的节目现场哈。刚才终于有讲到哈，老夫卡人有可能会发生个冲突，然后就会问大家哈，到底老夫卡人的话，带很很很会吃得懂幸福的时间有吗？有，因为像有一段时间嘿，我个阿妹身体还唔空天，故说个样子时常嘿半夜个时间，佮就会肚子痛，我就会带电给去挂急诊，因为个样子真个很轻严重。个样子我就上那嘿我冇皮的我个阿妹，佮七家人我用个啥？真紧。后来像个样子，因为我本身个身体没有得贫血，故说阿妹咪会炖个食物应该不碍事。不过后来像我转不。他老阿爸带了后，没有出现到像个他肺炎更多个就是晕眩症，嘿嘿，这样子。梅尔氏症。对，梅尔氏症。梅尼尔氏症。这样子，每天就会一轰从了后就梅尼尔氏症，就是就有点吓到，因为真给唔得哩，哎。用家啥？唔知阿遐嘛个情况啊？故说我就加加请阿个阿爸，佮就带阿去看医生，系啊，还有金钱嘿减皮，减皮减到会分体去，自己坐车边会分体。嘛个即七家个自己遭难啊！冇唔错，就阿爸就做得来带阿，故说阿讲过老母看人穷下代做得互相个照顾，阿讲我系以后个事情。嘿，除了俩以外，佮你家有幸福个时间。其实我行业互相照顾是应该的啦，因为有上司像夜爱啊，佮煮饭啊、变数，当开的时间，我就去做在天数记得。嘿，还记得生的时间两年啊，人都会穷下出去了。不过夜下两年的时间，我爱做条路，也是我阿姐爱加班。你不下呆，就做在穷下吃饭，分享伊都会因。
发生的事情。八卦。嗯，无人爱说，就是捡下来做盘，底部下底含底五杯底含起油脏，我说底部下底老我含起好好做盘起冻葱油。嗯嗯。给老露台感情深厚给关群，系咪每次都安尼？系啊，爱感觉吼底部卡吼，然后指甲该感染啊，但是底个指甲感染。啲木卡袋啊，吼，系挺幸福嘅事情啊。嗯，因为露台做得本钱。诶，咩唔错啦。阿婆做得咩本钱？诶，咩唔错啦。因为人咁讲哦，你细细嘅时间啦，哦，阿爸阿妈啦，公阿婆本你吐胎，哦，按用系一扎回忆啊，吼，太感咩汹涌啊，哦，都是一个很温暖的一件事情。对，所以我觉得拿多少钱给世界亲水温暖。诶，对，哦，是刚刚讲说啦，出现在另外嘅。已婚人士，然后家娘家管，叫他带一系老阿诶，即个阿爸阿妈叫他带，咩会可能会有嘅幸福嘅事情有冇？客服有啊，像我家下见讲带木卡一些摩擦啦，嗯，不过像我哋阿搬出来，咪有一特别的要求，嗯，就讲一定要带老七家也爱木卡，爱较强地位，像我阿虽然讲我搬出来，不过我桥多摆十分钟以内，我就都。我就都会转头去改变，系因为我知道讲，虽然讲搬出来生活习惯无同样，不过都对同接转去，大家一起吃晚餐啊，系假日都对看下看电视啊，下煮来包水饺、托菜啊，来聊聊天，就讲相聚陪伴系必须的。小别胜新婚，哎，要用到爸爸妈妈身份又乖乖哦，那要最主要系嘛？同理可证，哎，我对我。也爱按用，以后我生人的看到，有用学用，系有用学用。像我以后我就要讲，以后咪吼，大只嘢，一天一只嘢，我要营业有冇？家庭嘢，归家嘢，我要出去食饭。冇就讲下再先来聊家庭日啦。这个观念来上，小孩还小就把它养成。那最主要的目的咩？希望讲我爱老诶，以后我生人咧，我很赚。人家种就爱嘛，容易防防老啦。我讲，喺做爷爱张弟讲，诶，容易张弟父母恩呐。系啊，系啦，张弟讲，其实就特别用心。佮父亲哦，知道老。家管家用，叫他带一个时间，有他好的地方嘛。其实优缺点都有啦。咁讲，我因为我知道我自家系行人，喺我家管家用系后浪人，所以连食东西嘅习惯都冇同样。所以我知道分开带嘅好处，人家说在一起的时间多摩擦咪好多嘛。所以我知道电脑就是保持一点距离，阿姨咪系做在维系感情。我跟你讲吼，嘅距离吼会超神嘅美感啦，就是有距离才会有美感。如果当你都黏住下，你将会看到拍上影嘅缺点。系，冇错。到底这种距离造成的美感，对阿姨讲系好事情，也系坏事情哦。坦白有机会，会唔会再进步卡带呢？因为腰会唔会变老啊？系咪？给小朋友知道咯。之前阿哥就问我两个问题，我就讲，做蛋我决定要转去带，因为我做创业的还阶段，我就会事业跟家庭。嗯。啊，等到我他老诶，国家建了以后，没爱他老诶，爱他太诶，个也爱他老诶，他老啦。啊，可以用开事业过家庭，过家庭可能就爱爸阿妈给骗。嗯。就讲，一天我去转去陪伴跟照顾，这是必须的啦。哎呀，总不会自己老了之后变孤老终生吧？没有可能。真年轻点呢？真年轻哈，哎呀，不过小凤俩还懂友好的表现，跟父亲哦，有希望讲我搬转去家管家用，恐吓大家。你行啊，因为透露嘅关系，我电脑系好想转外家带，因为距离就不会安然嘛。哎，你讲从我呢部下咧下，是系十三英啊，呢小家庭嘛，十三英和十三英都做冇共用嘅事情。投诉改投诉，走特路改走特路嘛，所以其实某动都时间强哈。可是我哩喊系话一团时间一团时间，比如讲礼拜我哩是会强哈，强哈是盘啊，喊几多投诉来是会转来，喊我加干加用改片咪系共应共振，我哩是会转去啊。那种咩可能系你还现代世界吼，太感应相处嘅方式，跟你家老自由有强样想法嘛？嗯，像我应该就像我老 cell phone 强用，老不喊你强。隔壁零三，
爱用，爱用当初爱用起哩，系最最好诶，最好诶啦。就系想讲装起款无行业时节，马上就到咧，又做在照顾记着，不过有自家的空间。不过想讲水太梦想应该系喺个有钱化，希望带爱无行业去移民，先国外移民吧。移民都跳跳唔跳？这是另外一个话题。然后他去国外生活，然后牛腔给干哥或是干什么的吗？移民有得难，唐一来讲有钱呢，无啦，前提是爱有钱。这个无移民，你想爱老去就加有钱，我背去食饭。刚刚托一扎有钱，你最好，托一扎红娘。哎呀，跟住你知道呢？其实我系为前一波阿公赴宴之间离开，故说我就发现到从安利后三年为到自家嘅梦想还有铁路自家嘅想法，故说就无法轻到时间天天家人相处。就算安利以后嫁出去了后，无办法强下带我妹小嘅大礼拜就转不卡吃饭啊大罪过。其实刚刚唐志怡讲阿公过身嘅事情，哎。没有感觉，因为像我妈妈啊，佮七点个生个时节不爱动太平，像佮伊宴个时节都无咩利息，都爱爱喂他东西吃啊，也对，就会吃到原来周盘个暗葱油诶，韩国头摆对佮叛逆前面非常的排斥，因为爱吃到我喊你呐，伊个缘分呐。无论伊系有带不下，系无带不下，其实都系老好老不下。你做盘真系最重要诶。系做盘最近系个动村这个事情，不过个村俗啊，都带用办去种福，跟动村有一件事情。个关键呢，你知道未来啊，你会晒种福卡老早去向他带嘛？爱买啊，爱买晒。你会晒晒到哪？爱买晒晒老不卡你。鬼莫卡你晒到总真公耶。冇啦，我头先唐太家人讲哦，我就相当爱阿婆，相爱叫咧，系啊，我相爱叫，因为某人做得再本钱咧，冇人用钱，有人啊，阿婆还坐啊，我过都安咧，哦，什么都要做，所以爱好跟木子就点出来，这样子极准去。刚刚爱买木子会点哈，木子会点，哎，路用钱啊，我就代表不爱阿婆啊，因为爱一张眼无看到几个。爱吃相机，真叫爱叫的很猛，真叫爱叫爱吃相机，不要故障哎，不要哭，不要哭，故障爱吃相机，转一台就要牛，唔讲爱了哈，低头被做死，爱吃相机阿婆，真的在哭了啦，真的，哎呀，大家就讲到吼，老夫扛人吼，带穷他的时间，咩系有 handful 嘅时间，哎，你是不是很想分享？我讲一下老夫扛人嘿，带穷他的时间。还有给 Annie 的字语没给的吼，其实真的很真性情。给小凤讲哈，其实东舅母转没哈，跟家里刚刚距离的美感也还真紧一样哎。从刚刚讲阿公阿婆有冇？阿婆八十两岁了，啊，打电话转去提提供阿转去有冇？啊，转去就有沟通。你要想哦，佮个八十两岁阿婆。提供我转，给八十两岁，没啦，阿婆八十两岁，伊提供伢伢孙的我转来看伊啊，伊当当又去补个沟通呀，对，哎呀，就是觉得那个心情是很感动。每次都汉人吼，尤其做阿婆阿公吼，那个下下孙的下都给下都会跳哪会讲太硬的嘛，但是他也会讲吼，有一种冷叫阿婆觉得你会冷。哎，懂器官的，因为天使姐不爱做阿婆，阿婆会知道，哎，你不会冷啦，啊，你某些宝给煮到热太早嘅，冲另外攀做强嘅，其实俩系一种师太人本师生人的一种真相，也系一种关心吼。大家根本分享的动作，所以大家都不开始节有好处，当然咩有坏处。观众朋友咩做得想一下，老夫看人保持用办的距离，真系好。家小朋友讲到一句话。养儿长大父母恩，望老长大自家嘅未来事嘛。希望大家们想一下，老夫看人带强下，会保持马家嘅距离哦。今日是望大家嘅分享，安尼下礼拜强嘅时间继续来收看，安尼嘅后生太上宫，有花太家多，安尼将来聊聊，拜拜。